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祈求彼诸佛，悉发比丘身，精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善护以口言，自净其志意，深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尽，能得如是行，此大行。行仪，色陶陀呢列名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起始法。起始法下面先标出来说，十方诸佛以及三圣呢，都以起始，都立起始法。下面说自意，为什么要自起始？引差不多论说。受起始法者，一以在众因缘故多住。恼害，因为在大众当中有种种麻烦的事情。二呢，以鞭打，升起说人民共相嗔恼，多住非法，死不清净。第二种情况，因为都会造成种不非法的事情啊，以及贩卖啊，或者是误命种种事情。那或者呢，记文说或者是宿主各处，故不清净。故事啊，要起始。第一个是说，处众当中有，因为以时生时也有种种烦恼的事情。第三种呢，以观他意，色心不安。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细数多犯，强色强言故色不安，诚意故心不安，有色心不安的事情。所谓说你要人家要东西，吃人家的东西呀、啊，那么这里说因为起始法嘛，但就是放下自己的一个面子的问题。如果说是吃其他的东西，那会怎么样呢？会就是装着一种脸色给人家看啊，这样或者这样呢，身心都会不安。第四种呢，少欲知足，修四圣种，那就是依是依法而行。受唐业勤亦有过失，以请因缘先出者更以精细，若少劝多，若无兼位较真重传，心有希望，则非少欲圣种之法。常怀彼我得势之心，若起始者呢，萧然无系，亦无增减。有这样的种种好处。因为前面来讲，如果受人家请，或者好吃的、不好吃的，多了、少了，味道好不好啊，有种种事产生。下面呢，又说纵使有尽，起始无穷。佛教弟子修无尽法，所谓的无尽法就是像大海一样，自己储存的东西嘛，总是会吃完的，这是自意。那么下面是起始法，四分里面说，入聚落怎么办呢？兰若比丘入聚落，入春起时清淡，净换手，就把手洗干净，自衣架边，这个几乎基本动作都把它写出来了。衣架边一手几衣，一手挽起抖手，着七条衣，然后呢叠大衣着肩上，开始是这么一种做法，先着七衣，然后再来着大衣放在肩上。若波南中直达路站再道行，然后拿着波带打着西藏，禅思维善法。若见人，先问信言上来。过去他问信通常都是用上来，因为佛在世也是用上来。有尽积落，便着大衣。然后下面就是说快到积落了，下面这大概次第有这么六法啊。先着大衣，至以春门应看。下面就是怎么瞻视法，先看呢，相，
看相向，就是看哪一条街啊，哪一个里弄啊，空处相，还是空处相，第一门相，第七门相，也是看好哪个地，因为起子的次第通常是这样，以七家嘛。第三种呢，右手捉站，左手持钵，倒撤而行，你不要找在路中间，就要找在路的旁边呢，次第起时。第四种，若熟人送时，不得引起，也就是说不要马上跑过去，就是站在那里啊。除饭来玩取，或者请你去叫去才可以。第五种呢，不得强气，不得强气叫观时，通常叫做观时法，可不可以啊？应之，当得者历代，能够得你就站在那里，差不多就得不来了。是基督教徒的话，你赶紧得走，不要站在那里，等一下搞麻烦是吧？得时宜作念言，得下面就作念呢。此是贼时，此是智时，又起时得多少，他要做那种观想啊，或者留一份给贼了，自己吃了。乃至初春，上面是入春起时过程，然后初春呢，安钵着地，爹升起犁，就把大衣呢抽掉，炉前进火炉就放在肩上啊，或者放在兜里面。至兰若处，方可方供食之。到了兰若以后，才可以吃饭。这纪文就说先出兰若法，出了，因为比丘陶陀通常住在兰若嘛，着衣，下面是拿什么拿法，以及思维问信，拿杖，如果我们打露水呀、啊，乃至金虫啊，下面是进基洛有六法，一个是着衣看事，第二种是看事。所谓七家呢，是说立志不过七家，若准多论，这有三种次第起时。所以说一日到一家得时，这时不足这止。这里面是准多论里面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这是第一。第二呢，次第到七家得时，这时不得这止。第一季跟第二季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一家够了也就算了，你不能一直七家，那都拿太多了也放不下。如果不够七家，七家没有时，那得时这止，不得这止，那就不得起了。次第从家至家，十足这已，就从第一家到七家，这十足这不限多少，他就没不限多少。后日起时。后日起时，凡从先次第，还是从原先那个次第来。准此呢，随人标异，受行不同，这非定制。也就是说，看你从哪一家开始，这也不是完全这样子，要看情形。右下前面的拿西藏第三种名气法，斗道彻呢是天下的意思。次第不择豪贱，不是说有好吃的不好吃的贫贱呢，不要这样选择。所以像你除恶狗二牛等家呢不要去。楞严经里面在讲说，家舍舍富从贫，悉菩提呢舍贫从富，这在维摩诘经里面也提到这样的事情。佛当时都呵责他们呢，应该要呢平等起食。家舍从富从舍富从贫，他为什么要从贫？因为那些穷人呢，如果不让他种苦田，他将来会更穷，会更苦，所以说从贫。再一个呢，因为家舍是头陀富，他通常是比较好吃的东西，贫呢也就是说可能会差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悉菩提是舍贫从富，因为说富贵人家如果不再种苦田呢，他将来福报享完了，他还是会堕落，所以说贫了他也没有什么好供养，故此他是从户。既为佛呵，非平等故啊，这种说法。但是从他们两位尊者他自己的想法那样子，你下面是无论是受取法，您就不要马上跑过去，跑过去这怎么样呢？有关于尊相，故自不得。第五种呢是观时，可不可以，能不能得到。第六呢是作念，准悉留贼份。或你贼夺，不专吉祥，意思说不是都是自己的了。那么目的呢，也是博自己的贪情而言。
那个时候为什么要留贼份呢？当时贼王比丘处就问说，比丘你们有没有吃的呀，有没有水呀？比丘说没有啊，都没有，都吃完了。后来呢被那个贼就打个半死，那个比丘被打得很厉害，一说你这个笨蛋连水都没有，连吃的都没有。后来佛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开说你们要续点水，续点饮食放在那里，如果有贼来呢，告诉说此是水此是食，就这样说法。那么现在这个劫贼也是这样，如果他拿不到东西，他打劫搜身，如果没有，他也不会把你揍一顿。你以为说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他会打你的。他说你这个笨蛋一点钱都没有，他通常有这样子，路过哪个地方也是这样，你没钱他会打你，就说你多少放一点零钱放在那里给他，是吧？乃至下面是出击落法，如前进否，就是说同三业行，三业行就怎么思维，怎么记住位移。下面是以末法身行，若起时时不得以盈，以我时得大富，你就不能这样讲话。单在现处，现处就不要在一个比较隐藏的地方，你看不见的地方，应该在明显的地方呢，默然而立，站在那里。那么现在有一些假和善，他也学着这一套，我觉得假和善呢，他也会说拿把引磬啊，站在人家家门口，叮叮两声，没有了有换一家啊，或者他拿写个牌牌啦，修庙啦，干什么啦，那就造了很多假公章印在那里。正好有一次，很多年前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居士家里啊，正好遇到一个假和尚，他拿个引磬，背个香袋，还拿个本儿，还拿着佛像什么这样子。那假和尚一看，他的那个，他越是装模作样，那越是是假的。然后我就把那东西接过来看看，然后我一问呢，他就赶紧跑，他也不讲话就跑了。我说你再这样，你赶紧等他给你送到公安局派出所去啊！我就说他假的，他也会这样，因为说这里面有讲说不能讲话，或许他们也讲不来话。有些那居士他们也比较聪明，如果碰到这些出家人呢，他就会叫他说你念个大悲咒啊，念个心经什么的，然后他就念不来，然后他们说大概是假的，他们也懂得问这样的事情啊。比如说出家人的一些行话啦，问他左右上下啦什么这样，他答不来。然后说明他也是假的，如果是有些假和尚多少他会去学一学了，学一学有些出家人的行话。通常我们这些行话呢，最好不要教给别人，教给那些世俗人呢，一些居士啊，也不需要教他，教他他就会学了，甚至他会传给别人，那些假和尚知道以后呢，他也变成内行人，是吧？什么发心禅处啦，忏悔谈啦，什么这样那样，什么戒辣啦，法辣什么辣，他这么一来他也懂的，是吧？好，时颂呢，起时得入三重门，这是在彼土可以这样，在我们这里不一定能够可以这样。自庭中，或者他当时那个房子有时这么一种情况，三坛子不得便去，时时先啖熟，后啖生菜果等，这是吃的方法。所谓三重门，既有言之，或者有的有什么三重门，大厅小厅或者门头啦，怎么进去。那现在一些乞丐呀、他会到那什么呢，老百姓的家里去，直接去按门铃，他压门铃去要饭。那些家里要按门铃，以为是客人来，一开完了他就把那门都不走，站在那里，你给也得给，你不给也得给。在大街有时候开的店门店铺，通常人家不给他，他也没办法，他是要换一下。你说在城市里面家门通常必须要关在那里，然后他压一压门铃开了。上一次我就在我妹妹家里就遇到这么一个人，我以为什么客人来了然后他说那你他写了个什么东西你看一看啊，他说我有什么灾难啊，我说你算了吧，看看我给你两块钱你赶紧走吧就说过去这样讲到进门看持土应该是不宜，那此间俗舍不许这路，只可怎么样呢？只可连站之外，有站的东西在外面，避机一顾。三坛子呢，指那支
金货用西藏摇一下代替，这比较好，没有的话赶紧去啊，此理由带出不出凡去。那下面是吃的一些方法，那下面是食诵里面讲的。利益就是说起食有十种利益，哪十种利益呢？起食十利啊，十利我们把它念一下就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哈。一，所用佛命自属不属他，二，施我食者令住三宝然后当食，三，施我食者当生悲心，四，顺佛教行五，一满一养六，紧迫交慢法七，不见离善根八，见我其实一笑善法者笑我讲起食的种种利益。第一个呢，他说身得自在，身得自在，因为说所用佛命它只是属于自己不属于别人的，可以自在了。第二种呢，因为因行可以化他，因为我起食了住三宝，别人也可以这样。第三的作念是利他，因为升起悲心，悲他坚令，所以少福得故。理论里面接着说呢，我当劝行精进，行气因为不懈怠的事情，懈怠你就是弄不来吃的了。善助布施，发起大行，坐以乃食，为呢作念，吃的是应该做如是念，起行的一种思想观念。第五呢，意满意养者，这一波既足，去得资生故，也就是够了，身体支持下去就可以。六呢是生业中气最下，也经里面说自见如是，若起骄慢当即灭之是也，就既然行起时就没有什么骄慢心可生了，然后得到圣果。一切诸佛三十二相无见顶是第一，因中起行气卑下以人，因为说开始都是非常虔诚，对人的卑智慧卑下不会起那么傲慢心，所以说他感得那个无见顶相啊，所以说感得像这个叫做善根。如果说一个人共高我慢，他将来所得的果报就不是这样了。于是告诉我们，起食人通常能够这样，就能够记住这样果德的庄严。八呢是倒塌，九是少事，十是离分别，若受别失心高下故，如果受别境它有高有下，你想那个持地比丘，但是他问摩罗子他所受的供养不一样，因为受情不同，所以心有高下。下面起食引善见叫做风味者起食也，有叫风味，我们前面好像哪个地方有看到风味两个字，梵语叫风味，只会换作呢湍堕，以西竹多湍石堕叠于中也。论云叫起石，几是以显，就是捏成一团一团饭的扔在那个钵里面，是这样子。那么后来要吃呢，也是把那一团一团把那饭团呢就拿出来吃，只是这样叫做风味。下面是戒劝，身体加色发愿起石出得，他当时所得的饮食要施给僧尼，后得自食，一直都不是专吃为自己的了。智论这里引三个文啊，智论说佛将世子去迦毗罗城呢，有五十里住，然后来往城里乞食，皆病告苦。五十里管他过去的里到底有多远呢？那么现在的换算那就不离上下也是蛮远的，五十里差不多到哪里？差不多到白陵哦，对，白陵的二十，还我们太姥山到白陵还不到白陵，秦邑到白陵是24公里啊，那么远的一个地方，说来晚大家都告苦，因说呢，后来说你不应该因为这样而苦。因说不寐夜长，你不睡觉嘛，夜就很长了。
疲疾道残，因为觉得劳累，路就写得很远。愚痴生死等法，愚痴也就是说生死长了。下面记文有讲，我们看抄文。正义云：大目犍连起时为凡智所为。下面所讲的果报的事情呢，砖石打，被围了用砖石来打呢，而且什么呢，骨肉呢烂尽，这就是过去的业。后来舍利佛呢，便入灭度，后来见舍利佛灭度了。舍利佛先入灭度为是为什么呢？为犯众果。舍利佛比佛先入灭，他一个原因说当时听佛要入灭了，他赶紧先入灭，意思说我不忍见佛入灭那种情景，所以他先入灭。因为舍利佛岁数比较大，入灭三界诸天堕泪如雨，就是舍利佛入灭，因为他智慧第一啊。舍利佛虽然说看的是声闻，他不是定性声闻，他是处处诸佛扬法，所以呢，堕泪如雨。那色界、无色界、异界、色界可以堕泪如雨，那么无色界它没有形，怎么会有泪呢？但是鉴别说无出色，可是它有细色，是这样。如果初定它从果色来讲呢，它有的细微细的色，那么这样呢，它有生泪。从这个角度来讲，故知业能随逐，自胜不眠。这讲业的事情，兼带的说明。但断总报恶业呢，别报不完，别报还是要感受一下。那这里升起的文，我们看先第一段升起的文呢，是说不要自己吃，应该呢要转施给别人，或者说遇到有难的事情呢，也要给贼份啊，怎么？这上面也有这样的文。自论文出三十三，就这三三卷。比说佛度五百四种，恐尽清理破戒，故将至舍不提。初夜后夜不睡精进，故得道。佛将返本国，就到那个地方去，就开始住那个地方，离远一点啊。返至本国，迦毗罗仙人临终，气沉有五十里，是因呢十种游戏院。这种游戏院，但是有这么，有改为三里，他说会应该是五十里这么远。诸俗子比丘以先修行不遂，以为夜长，从林中入城起时，又觉得道路很远。我知其心，又有一狮子来礼佛足啊，以是三因缘故佛说偈。所谓三因缘的夜长、道长。然后呢，讲狮子的因缘和超引，这么三句。所谓超文的三句，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因说不昧呢，下面的几句话啊，不昧，夜禅的事情。下句是莫知正法，因为依痴的莫知正法。又因佛告比丘：汝未出家，其心犯意，多睡眠，故不结夜禅。就是说在家的时候啊，他不修行，不修行光睡觉，不修光睡觉也不知道夜到底有多长。我们通常说不眠的人夜很长的，就是失眠的人晚上很长。那么睡觉睡得不够睡的人，他怎么会觉得夜长呢？总是觉得怎么这么快就打钟了打板了，是不是这样？今求道减睡，故觉夜长，少睡的修行啊。此灵如本驾车，在这个林当中本来是驾车游戏，不结为缘。现在呢，不驾车，只是着波，着衣吃波呀、步行他就疲极，所以这道路很长。所谓狮子，叫毗婆尸佛的时候，坐婆罗门听佛说法，众不共语，他在那里听佛说法，大家都不讲话，然后他就生起恶念，骂言呢：此诸突背，以处合一，从事至今，他就骂这么一句话呢。从事以后，九十一劫啊，缠堕畜生当中。所以说，我们不敢随便骂人，骂那个难听的话，搞不好将来会有果报。
以遗失故生死禅，今以佛心佛所呢心清净故当得解脱，就是讲这么一个因缘。那么真一是引言，目连凡归舍利弗呢先归本村入灭，舍利弗还得本村入灭，就在讲的果报的事情。舍利弗传唤分集故叫做犯众，诸天堕泪啊，悲其去世的缘故。下面是显业，赞叹这个叹这个业力的厉害。有二尊者呢，并斩仙业，他们都有这样过去世的业都要斩，因为这业通常做作业做所作业不完嘛。下面是千报，所谓千报是总报和别报的事情。总报断了，也就是说你断哪一去当中去投胎，那个总报畜生道已经断了，但是呢，你要多少感受要那个业。病痛他是要受的，因为说破见思业根永散，不堕三恶道。别报就是遭打，目连遭打舍利弗呢患病，所以说还是感冒的事。这是起时。下面说不做遗失法，由贪多故无度。所谓说遗失法，吃了以后因为足食了还要做，等下还要吃啊，那多贪呢食多了以后就无度啊，就反映道业。自论说为求小时中时后时，这是半日之功。因为说为了吃饭呢，就是要耽误半天的时间。佛法为行道故，不为益生，如养马养猪等。我们这个养身体不是养马养猪那样子啊，养马嘛为的图劳力，养猪呢为的是屠宰。你说我们养这个身体不是为这个。记文说呢这里是由先时正时堪充医宝，日未中前若意更时开作于时法。日中已过做不做于时法？不能做吧啊。时之法事记在随相，就是说那个怎么做法在随相之上中，善根少欲不受此开，所以叫做不作于时法这样的名称。智论禅宗说为了赢球的事情，为了吃口饭来花很多时间的意思。正善无度，如果无度的话呢，后时即于时了，失半日正善反业，速速食嘛，就上午这一波吃一下吃一下，然后这样也做于食法，耽误很多时间。这出家意，养马图利，养猪图食，出家行道不图舍利。持以第六无食利，就是说第四跟第六没有饮食，入毗婆沙所讲的所谓说不做于食法有十种利益，因为其他每一种都有十种利益，是不是？每其他都有赞叹做十种利益的事。那么就是第六跟第四啊，没有列出实例，是不是无此二行故？因为没有讲到这两种行。等一下，诸门异行中名字啊，第七呢也没有看，那个先代提一下而已啊。我们看这他都有实例的事情。一坐时论营呢，先受十处更不得时，有十种利益。就是说一处吃，一个地方坐在那里吃，吃饱了就算了，就真有十种利益。那我们一起来哈。一无所求，第二但衣食不同前行忧少小食，上面还有小食，那么这个只是说一坐则可以。食力当中呢，二为无所余故，因为无所余，所以说衣所少轻少，很少只是一点，一次吃完了就没了。那第一则说无
有求第二十皮苦，应该是这样哈。一无有求第二十皮苦，因为你一做时没有想到第二次再吃的事情，没有这样的皮苦。然后二呢，以所受清扫，这样了解吧？文字这样子啊。三呢，无作物之烦，因为说你老是要这样那样的事情，就会有很苦，要经营的事。五呢，衣食是十法中微细行故，因为这个是比较细的事。然后七是防范，会多事防业，那其他易知，所以就记文没有提。下面是戒节量，这边说有人呢虽一时而贪心极淡，又虽然一时时他就拼命吃，把它吃得很撑撑的很厉害，就是极淡，腹胀气塞，就气得喘不起来了。然后这样呢，防秽行道，故受应该节量，他差不多吃饱就。通常我们如果吃饱，不能吃十分饱，如果十分饱怎么样呢？就很难受，对不对？七八分这样也就可以，九分饱已经是很难受了。下面是有行一时恐饥多淡，怕饿了就拼命多吃，故有此过，要节量食。三千里面讲呢，不得速速食，应衣食以斩饮怒，吃节不宜俗人，故此要节俭。以饱食之人呢，记文说以饱食之人呢，多不念道。太饱了实在是很难修的意思，但增长三毒会道人的缘故。第六种叫易吞食，易吞食比那个呢易坐食还怎么样？更节俭了，是吧？不做一食法还好呢，易坐食易吞食，为呢速速受益故，贪心者多，经总那波中就算那么任一团环，那的波中就可以酌量起足，便不受益，不受益就不再增加意思。一波记文说益之外更不受益，益其他就不要了，我跟前面稍微有益。解脱道论里面讲说，节量时断以贪之，取尽二十一团，通常就是二十一团。如比十二陶陀品当中管有多一字，自论节量时呢，随所能食三分留意，三能食的三分留意，这身轻安稳，意消无犯。如经里面说，舍利弗云：我若食五六口，五口六口足之以水，然后再喝点水，足这足之身。以情人呢，应该食十来口，也就是够了。你想想看呢，舍利弗是谁呀？是不是？你说我们也喝五六口、十来口，你肯定也死定了。他到医院去挂瓶挂白蛋白什么的，这样干，对不对？舍利弗人家是吃果，但他身体是没问题的。但是说这只是说他们修道人是这样而已啊。那我们这节量说一坐的一名二十一团呢，比彼土团时此方不耳。我们这里一般没有这么捏团的，宜曰口，因为吃几口来论，此番人小跟那个不一样呢。准下因为吃口喜，应随人增减，不一定是这样啊。他们说广比多论云，何受节量时呢？若餐淡无度啊，增生碎重，身体变得粗重，爱碎，残贪热为福无厌，如是过矣啊。见节量功德，我从今日断不贪之，受愁量所食不知以福，就说这不为了肚子而已，多食增累，多食反而不好，是吧？知而不乐，除贪灭病，这样贪这病呢能灭掉呢，断诸懈怠上人所行。那接下来这路上就是讲节量的事，知论说怎么节量呢？三分之一这样方法。下面呢讲显意，则下是显意，身能清安呢、没有问题了。下面是论家自引经证呢，比论比人身大，所以五六口，此番应该是来口，
真必要一样。第七种是住处，上面都吃衣食哦，衣食，那么这个下面是处所。自论说明眼离处，所谓的阿兰若是眼离处，最近是三里，就离村最近三里，能远亦善，越远呢越好，修道人通常要这样要求。遗诸杂行如六十八卷当中所讲，就自论当中 所提到，四分所谓说空尽处，阿兰若也叫空尽处，去村呢就五百公。那五百公怎么算呢？五百公，一公是四早，等于多少？七点二，是不是？那这么一来多远呢？三百六十丈，对不对？这一凿一尺八寸，六步，六尺为步，还要这样算，六尺为步，箕子便有若干里，计文多少里？若干里。纪文大概说二里，二里，这个它差不多是这样。然后你要说多少丈，换成步，丈再换成步就对了。中国身世病在城外，中国不是我们中国啊，天竺都在呢城外，你是恰恰呢要在城内，因为怕有放和难的事情。史仲说绕齐房虎啸，此次去舍卫城南千二百步，意思说在应该在什么位置，差不多云去村一居如舍，一居如舍通常也叫做一谷深，那谷的大小不一定呢，大概呢两里这样，跟四分有点相同，二里啊。兰若近处，嫌近处，不令闻村中鼓声，恐乱坐禅。打坐的比丘，有些要住的那么远的地方。但是也有评判啊，上面我们在这个吉声讲啊，那个一鼓声很难定，因为鼓有大小，敲的有轻重。纪文所谓远离，要远离这个窥闹的离村的地方呢，三里叫做极近，简直不成，一说你少一三里还不行呢。所以杂行论语里面说得身远离矣，亦但令心远离，说身离在城里，那么心整天想的城里也是不行，所谓呢想的是什么呢？要远离心，要远离五欲五盖，即广明十二善行寻彼可见啊。然后讲了如何行车逃脱的事情呢，在见那个文当中，四分的空净处单体为名，若干里，所以这么像算法，公呢有七尺二，一公是七尺二，是不是这样？我们刚才算了一公七十二，百公是七十二丈，五百公即是三百六十丈，六尺为步，六十丈正好是百步，是不是啊？六尺为步，六十丈不就是百步了？那三百六十换算成六百步，正好是二里，通常是三百步为一里。那中下面饮食颂出于彼土四法泥孔凌辱的缘故，所以在城内。下面引证闹市虎啸，可厌是远城，城外才有虎，城内怎么会有虎呢？是这么一个事实。
不像我们现在动物园呢不是这样讲哈，因为是从野外来讲，1200步300步为里，所以大概有4里那么远，译文上面讲的去程1200步。多伦多一股间，他们说因为极深当中已经解了，大概2里，坡同4分。然诸文不同，以以本宗为准，多少？2里哈，如前自论能演亦善，但是2里，以2里超过2里更好了。现在如果说2里，我觉得有点太近了。离兰洛2里，骑自行车要多几分钟？我们进来这里路，我们路口到这里差不多是1公里哦。嗯，我们的汽车开到这里是2分钟，骑自行车5分钟够了吧？够不够？你们试试看。那当然肯定它要算一般的了，如果爬坡2里那就很远，搞不好的呀，半个小时是不好了，那就是远一点比较好，不要初步修道，当然说远离溃闹，那诸经论里面都是这样讲的。若生一二种兰洛，若生一二种兰洛如前明，则生即生和色一在上面都讲过了，所以恐怕有香烂这个地方的准兰洛，所以兰洛有难和无难，无难兰洛是不是五里即生不是吗？有难呢，58步48寸，如即生篇。复一兰洛，复一跟那个舍身稍有不同，71步，为什么71步？还有个4份，是不是？还有个13步的4份，就是自然界还有4份。这个离异界当中讲到，那僧祇说兰洛比丘不得轻聚落比丘，意思说大家要一共和和，不想讲来讲去。僧祇律里面已经这样交代，也就是说应该看到未来比丘也会有这样互相攻击的事。过去丛林底下参禅的人呢会去讥嫌呢，看不起邪教的人，说你们这些人只是从口头理论不修。那邪教的人呢，喝责那些坐禅的人，说他们什么蛮修瞎练，瞎坐在那里啥也不懂，他就这样子。那坐禅人说你们不修观学，学的有什么用呢？那其实两者讲的倒有理，对吧？两者都应该呢互相赞叹，那就没事了。因为有邪教有人去传播嘛，后人才能起信呢，有人去修行，有人去正果，佛教才有力量，才有魅力啊，才有生存这种价值，所以说应该两者结合。印藏言如居落中住，说法教化为法作护，他能够做护法。所以我们那些人在政治上做些什么官啦、啊、什么啦、啊、我们应该说感谢他们，是不是？他们得能够整天开会呀、批判法轮功邪教啦，他有人去讲这个事情呢，叫我们去讲，我们也不讲不来，是不是这样？这样呢会呢复应我等，让我们住在山间当中会自在一点，对吧？其寂落者不得轻兰洛比丘，恋洛就是兰洛比丘，汝希望名利，你们住在那里希望名利，邪戒持戒想利养，这样修行，是吧？不可以这样的。以呢，以禽兽同住，你们跟在山上跟野兽住在一起，从朝近日只可数岁，很注意安居节下，是不是这样？就数岁，我们戒腊多少啦？你看他们那会讲他们没有戒腊，这也是告诉我们说你自己懂得就好了，不要讥嫌人家说没有戒腊，你们不懂道理，如何如何如何这般。应该赞言说，如远离寂落，上面是讥嫌，下面是赞叹，在娴静处思维上业所从，此乃难行之处啊！能以此住呢，可悉心一等。他们互相赞叹，那就大家如果能这样，不知道该有多好，是不是这样？
与事情相反，事情相反，事和情心常常会相反，人喜相亲，是不是这样？人都喜欢相亲，总是说自己好，说别人不好，他未必说直接说自己好，他直接说别人不好，然后就怎么样呢？抬高自己，对不对？你说别人那个东西不好，你说明你那个东西好了，争过灭法，所以圣呢特别提出来，善业，业就是行从，就是应该要尊重的意思，善行由重难落，这里呢实力如前，所以实力跟上面一样，这只是说第七种其实也没有讲到实力，只是呢有提一下子，是不是？那我们上面那个文只是提议说四六没有实力，是不是这样？其实第七有没有实力也没有，他没提议，是不是这样？好，我们看第八，总监座。总监座，十度毗婆萨论里面说，位在死人间住者，随顺厌离心故，跟死人住在一起啊，这是很难的事情，是不是？好修行，他说好修行，对吧？应该怎么样呢？常止宿死人间，就是你常常只在那睡在死人那里嘛，那有种种观想，结果。逃脱的人才能这样，一般老百姓没办法做到这样，跟死人住在一起，是不是这样？那个太平间里面那些服务工作人员，他几乎跟死人打交道，但是他打惯了，他一点无常也没有。那次李娇辉在那边死了，不是我们过去那个殡仪馆都是一些小女孩在那里拖死人，很奇怪的事情呢，女孩子啊。他的动作很利索，那死人到那里两下就给他拖进去，好厉害。他就说他不怕，慢慢的就习惯了，奇怪，他都有一点，如果恐惧他不敢做这个工作。那殡仪馆里面，他们都在那里住哎，都在那住，他也没有什么。其实说那个地方整天都有人的嘛，你说像北京的八宝山，那里面停一大堆人，啊。然后他的那个放在里面冰呢、啊，死人放在冰呢、啊，李兆辉放在冰，就像一个冰柜，像抽屉一样，一下扫一下就拖出来了，啊，看看他推进去，放在冰箱里面就换东西一样，然后冰箱一样的，拖来拖去，他一点不害怕，所以说完全习惯。如果说住在总监，完全习惯，一点不畏心，什么心无常心生不起来啊，也白搭。当然，他住在那里。毕竟比住在活人人群当中要好一点啊。那下面有实例，来念念实例：一，常得无常想；二，得实想；三，得不净想；四，一切世间不可得想；五，常得远离一切所爱人；六，常得悲心；七，远离七鸟；八，心常厌离。怕鬼的人应该到那里去住，是不是这样？怕鬼的人到总监去住，是不是？能除怖畏，一住久了，跟死人也不过如此哦，对不对？那时死人会爬起来说话，说也可能就习惯了，来跟死人聊聊天呐、啊。那可能搞长了也就不怕了，不搞长的可能会害怕的。那引论这里讲说，明别不同。故知此法呢，不必总目，不必在总目当中。意思说，你住在有死人的地方也可以。实力呢，前世是想啊，什么什么想，无常想、实想、不净想、不可乐想的事想，想也就是观的意思，要做如是观，把死人拿来观想。无常想说的一切有为法有二种：一是众生，二是国土。众生和国土都是。无常的事啊，也就是说有情和无情，或者我们通常说有情世间和气世间，正报和依报两种。世二呢，皆心心生灭，心心生灭就是不断的变化，故无常也。乃至别离色心应界路等一一皆然。
犹对使尽观行现前事故论中必表禅智。住一段时间可能会好一点的，到医院去看看呢、啊，真是有点害怕。知道说健康之可贵，那些人失去胳膊、失去腿呀、啊，重病动手术、开刀啊，种种我们看说啊，哪一天我变成这样怎么办呢？那天我去我老爸住院，我去了两次，不是有一天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因为放车祸，他那个车两部车要转起来，他害怕。从车门窗跳下去，其实呢后来车呢轻轻碰一下没事，他跳下去反而跳坏了，跳坏了那天气没断呐、啊，挂上氧气筒在那里呼吸好像还有一点，哇那长得很胖，然后他家人在那里哭啊叫啊，我这个人很奇怪，很喜欢看死人，看很病重的人，我就在那想，我想说你现在你什么样都贪什么，你想贪吗？对不对？你什么财产啊，什么跟人家过不去，你现在躺下你就没办法了。我一直在想，我每次看的死人是这样，你活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行，是不是这样？然后你躺下了你什么都行了，都没问题了。那些人围着他，他家人围着他一圈，那是个莆田人呢、很多人赶来，因为那天下午那个上半夜住院，下半夜赶到，一群人在那哭啊拉，他根本就不知道。医生说可能氧气筒一拔他就死了，后来把那氧气筒带去让他出院，如果说气断了一般是不能出去，就要拿去火化，本地火化，然后呢氧气筒让他带租个车带回莆田。你看看，所以说这人呢什么时间要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说死这就死了，不是？那个以前在我们这刚刚受戒，不就后来就不死了，无常嘛。你要想想那些健康人生病，那些健康人死去，你就想想说，说不定哪天就轮到我了，这就叫无常。好，我们停一下，下去接一段总监住这一段，中间那里倒数。第四行那个地方啊，有自论云：因是思故，观一切法，亦得无常相故。你看了史诗，你知道真的会无想连篇。有一些人怕鬼，他不敢看史诗，不敢看。看见有人看见会吐，会害怕，会浑身呢不舒服，这一种反应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奇怪很，我要么摸摸，即使是我不熟悉的人，我也摸摸看。哦，你原来凉了吧？血都没了，对不对？那我就是这样想说，如果说你有一口气在，你那个血液还行房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行，现在停止了没问题，对吧？这种想法。不过这医生他跟死人也常常打交道，病人打交道，他也习惯了，不行他一看血压一量，那么什么心跳没了，心跳一测没了，太平间脱取，就这样，护士那边两下子就抬走了，他也习惯了，他就说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也没什么。那我们突然间觉得说啊，今天好死了好几个人，在医院同样好几个这样，啊，我老爸住几天住自己也住怕起来了，他说我来这里十几天死了很多个耶，一会儿拖出去一个叫苦连天，一会儿拖出去一个叫苦连天，他后来说赶紧出院，好像很怕，他不是怕死，他都这样实在是死。很恐惧，真的死很多人，觉得是很灵敏这些人呢、啊。一期下面说，实想为一期果报，常为二种死之所足。所谓的是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倒好了，分段生死是没办法，一段死了就是再投胎。这出席不报，出席不报入席，就出去的时候。搞不好就回不来，那口气就回不来了，这都不报入席。三不净为观自他身内有36种物，那戒疏里面讲啊，就是种种不净，也就是外呢有不净，就讲内脏种种事，外面九孔长流呢不净，就是恶露长流，从身至中无一净故，始终都没有清净。是呢，不论
不可乐想观二种世间，有形世间、众生世间啊，就是世气世间，就是众生国土啊，皆有过恶，无可乐故。这个国土是不清净的，只有学佛人他才能够看见这个国土不清净。现在，国家也一再在什么呢？在建设，建设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在离苦得乐，是不是？有一个名人讲说，什么叫生活呢？什么是生活？生活是在受苦。什么是受苦？什么是受苦？受苦是为了快乐。那什么是快乐？快乐是生活。有没有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哦。拼命的受苦，他干嘛受苦？受累干活，你天气那么热，他在那里煎熬干什么？受苦，受苦目的他干嘛呢？想快乐，赚钱好受用，想快乐。那快乐是什么？快乐就体验在生活当中嘛。如果生活都没有快乐，那有什么快乐呢？例如说，国家所做种种事呢，也无非想说解决劳动力，解放劳动力，让人家呢一种快乐。那么现在恰恰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惑苦恼的事情，兼带着有，因为世间就是不圆满，不可能世间就是能够解决真正的所谓痛苦。所以是无常，国土也无常，众生也无常。五呢，因观死尸即颜色心，就是颜色啊以及心呢、啊、不续，就不会想这事了啊。三是三其四相，世间就是在那里的牵流啊，无常啊，常见悲心。其因悲而不乐，就不乐于世间呢、啊。十八九就易懂了，十是见死尸无一不顾，就常见常见。所以说，在医院在殡仪馆的人，他也就不害怕啊。如果害怕的人，应该申请到那里去住一段时间，是吧？住住念啦、啊，这样子可能就不害怕。九树下坐，树下坐就没有屋子坐了，就是会住在树下。自论里面说，树下思维如佛生时成道转法轮入灭，皆在树下，是不是？佛在无忧树下生，在菩提树下转法轮，是吧？成道转法轮，然后呢，入灭呢是在说了算树，说都在树下。行者随佛法常处树下，所以论里面说呢，若不处覆地，有枯盖的地方，他不在那个地方住，所以有十种利益。哪十种利益呢？所谓无有房舍，是一卧具没有；三无所爱，他呢受四是受用疲苦，因为有东西受用疲苦啊，还差很多不是？在祭文里面有也，是我们这只是四而已啊。那五呢？皆祭文一二三四。第四行无处名字，只是树下，不要起什么寺庙的名字也没有，在无住处。六呢，无斗争事，因为一建房子就会斗争，这土地是谁的啦，乃至鬼神都不高兴了。七呢，随顺是依法。八，易得无过。九，随顺修道。十，无众斗行处，这样这种利益。我们接抄文呢，即是依法亦得无过，复无有众闹，就是说相连的下面就十点。那下面记文的前面所讲啊，说佛在树下成道乃至入灭啊，都在树下。那下面十例，文出七例经记之，所以说次第这么相应而来。这是树下坐。第十是在陆地坐，树下都不要了，在陆地。我观树下如半舍无异，树下还跟
一半的房子一样呢，富阴凉乐，还会产生快乐，又生爱着。你看看，对树下产生爱着都不可以耶，你说我们还爱着什么东西呢？如果草木稍微有所爱着，一次都不可以。但说逃脱人才能够做到这样。以是呢，便受陆地，日光遍照，空中明净，亦入空地。这是讲说空处的好处。下面引证一说，比丘因缘和合，乃有此身，古有660毛孔99000，漫游500，今有500，从有80000户。丹禅师学名为最空法。这其实是一个医学，是吧？把身体的一些部位组成部分全部都一一说明了，而且光法就成空定。以此光身呢，即甲骨毛等种种因缘和合，所以我们这个身呢，毕竟是不可得，所以从那求我是不可得的，所以能够得到人空。又了呢，诸言自体亦空，是为法空。了时如实了知人法俱空呢，即破二执，又我法二执，这就是最空法。下面是简浅深善见说，若受善逃脱法，逃脱法这里面分看你根性怎么样了。受逃脱法，在树下若在空地，在树下落在空地，乃至不得以袈裟作屋覆盖的都不可以，完全是要在树下或者陆地，不得将身卧具在外受用。意思说善头陀人才能讲，若能爱护，乃至袈裟覆不令湿，袈裟覆在那留下雨都不能让它湿，你说那还覆什么呢？是不意思一下可能是这样。少中陶陀呢，无以时陆地，以时可以在屋檐底下用身卧具，这是中可以这样。善陶陀完全是不受，那三根利器才能够这样。基本上在树下那位以时，为以时，以时他在树下或在空间以时，下面上中陶陀，他在树下就是说可以有雨的时候这样，没雨在空处。中陶陀呢，可以在屋下，所以这样有所鉴别，一个树下，一个是屋下，那鉴别不同。可不可以用生物也有益。下面呢，引《师毗婆沙论》里面有十种利益，我们再把它念一下就可以啊。一，第一个应该是无求，第二是无系，第三呢无他护，也没有护住空处，也没有什么所爱。其中二利反树下明知，树下呢又有分身啊精致，所以说有这样的稀里哗啦或者掉树叶啦这样的事情。在禅宗公案里面，不是有一个过去有个修禅的人呢，因为在大众当中很多吵杂不是吗，然后他跑到山上去，不是山上去呢，它鸟会叫，风会吹，还有水声，它没办法入道，意思说你不能转心的意思，所以有种种吵杂。那这个地方也是说风呼噜哗啦的吹，树会有那么响啊，乃至会掉叶，种种会有干扰，你说你完全空处就没有了。八呢，不占他处，九不利他夺，也没有人家什么好夺的。下面引申圣所行，就如来所行，令心乐故。大卫林一名说，
孔卫林，也叫杭林。禅藏里面不是有杭林吗？杭林泉是不是？杭林，即是说，是死陀林，但是说有人的死就放在灵藏当中呀。所谓陈西北十里许，彼国人死呢，多送林中，名为灵藏。据说西双版纳那边也有灵藏，见过吗？他的人把它扔到那个树林当中去。西藏那边还有什么天葬，是不是剁掉喂老鹰？喂老鹰，他是做最后的供养和结缘，所以说我们藏汉地的人很难接受。他们能够这样，他彻底真是彻底看破。所以他们说把那骨灰撒到海里叫做什么唯物主义，但是唯物主义佛教是最早的唯物主义，是不是这样？我们说死的尸体就不要了。然后这样呢，为人触脑不起意，就为人触脑不起意，就不动心，在修忍辱啊，垂戒。后来的人，经营呢，能行忍，是名为有大力的人呢、大力的大才能够修忍。然后持戒，所有修行忍是非常重要的，忍才能够长养一些功德嘛。十一是随坐。就是没有限定哪个地方坐，论因，随所得坐处不令他起有实力，就随便住在哪里呢？有十种利益。那我们再念一下：一，无求好金色住皮苦；二，无求好卧具皮苦；三，不恼上座；四，不令下座。随便住就没有关系了，上座来啦乃至下座啦都彼此无相干扰，也没有什么恼处，所以随住坐。那简别下面的入处坐呢，还有说选择一个地方什么什么，随处都可以啊，那人也没有什么好贪的了。这是第十一。十二上面是处所，所选择的处所。那么下面呢，第十二逃脱通常讲的就叫禅坐不卧，差不多里面说结跏趺坐，这正身心，因为盘起腿来，通常是正念，无论什么样了，它会提起来。如果说我们坐在船上，尤其冬天坐在船上，不盘腿，把腿伸出去，坐在船上，靠在船上，怎么样呢？他慢慢慢慢就溜下去，什么叫溜下去都不知道，对不对？首先你本来想坐在那儿念念佛啊，观观想啊，他等一下明天天亮的时候，你说我什么时候躺下去的呢？他都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比较闪躲。你盘起腿来当然好一点。你说修行为什么要祖师制定禅坛？有人说那就是一目动静体央然嘛，说随便坐都可以。到长谈跟你一个人在房间那个打坐效果完全是不一样，是不是这样？他众互相摄受，互相监督，他完全就不同。有人说你没事干，东跑长谈西跑长谈干什么呢？这做法不一样，他就能够在那个地方当中呢。如果说你本来想很好的去睡觉，可是那个是要坐香，你睡不成。你们你坐得很有精神，可是要让你下坐跑香。没有自我，一点自我都没有，那时候呢断除我执。那么随着大众在那里，你想瞌睡呢也不好意思，是吧？坐在那里等一下，然后睁着眼睛跟别人看看，差不多是出家人都有这么一个毛病啊，看看别人，意思别人有没有发现我在打瞌睡，或者看看别人有没有打瞌睡，是不是这样？念佛堂念佛人也是这样，念念念就睡着了，睡着了睁着眼睛看看别人有没有睡，是吧？就是具体不一样。你在房间里打坐，他打着打着他就打妄想，或者看看别的事情啦，看看手表啦，然后这样弄那样弄，他就没有一个约束的一种感觉。所以又接下来互坐正身心，使这样的一难呢，难使正身，以外道故，生人信心。
过去不是讲说接下来做双盘是什么金塔不是？是不是？当盘呢是银塔，然后呢，插在那里是什么？是土堆。如果不把躺在那里呢，是垃圾堆，搞不好会这样。故三成人呢，皆以此坐而悟道，都皆家乎坐而悟道，所以就是讲做法的旨意。下面解读道论里面说，夜长不卧，所谓就是夜长不卧，就夜不卧。如决定王经里面说有四法，乃一的乃至弹指请以众生中不生嗔心，这是现代而言。第二呢，不应以一时请使睡眠复心，一刻时间都不要让睡眠复心。三呢，引导众生指的阿兰若功德。四，造业不离念佛，要这样修才堪称修道。所以说修道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呢。那下面是解道论呢，先是讲身业，要坐在那里。下面是讲心行，名不徒坐。你坐在那里干嘛的呢？如果说长期不倒单的人呢，搞不好就会腰弓背驼，他会睡觉的。这里想说应该坐在那里，要思维这样的事情。今天没有四法，前二呢是自过，是自利；第三是利他。弹指请不要众生生恼啊，那是说从自利中。那么第三者呢是引导众生嘛。四呢即是陶心圣境，睡眠调举，睡眠调举我们或者叫称呢分层调举。修道就是这么两种最大的敌人，一个是分层，一个是调举。分层就正念提不起来，调举呢胡思乱想停不下来，对不对？我们在大殿做功课几乎是什么调举多，信不信？三皈依完了以后几拜都不记得了。三皈依啊，你看那个说明说我们打乱想的多，信不信？三皈依完了吗？河南圣众教接下问信，我们还等在那里。哎，怎么大家转过去了？常常都会有这样，说明说呢，调举心很厉害。所以呢，这要说，要呢，要念佛，常常呢不离念佛。因为说你散乱了，就会离念佛。人家论说即解脱论的，比因禅坐功德断身带处，身体懈怠，除为身疾有病可开源，离懒处乐，离懒处乐少，就是懒处乐会生好处啊，它就会升起懒心，少以长眠。禅多寂静，堪修禅定，上人所行是实，是业呢无疑。就这样做啊，有种种好处。那下面饮食食住毗婆沙呢说，禅坐有十种利益，十种利益啊，开始：一不贪生乐，二不贪睡眠乐，三不贪过去乐，四不过时期受辛苦，五不随身欲，六宁得受禅，七衣着诵经，八少睡眠，九身轻易息，十求坐过去一无心魔。好，禅坐就没有这些事情。乃至说卧，这里讲第四讲怎么讲，无卧时鞋着习苦，那个我们这个鞋会着在习，它的 无卧那坐在那有病的人突然躺在那里会生褥疮啊，长期躺在那里，他就这个名字，这些苦恼离种种苦。这个呢是讲坐的事，这个记文也好懂。那下面欠修十二陶陀的意思明白了，那都是很了不起的人才能够行十二陶陀呀。兰若比丘呢护好卧具安眠，佛言不应耳，意思说你既然去住兰若，怎么还睡那么好的呢，美的闷啊，对不对？是不是西闷席啦什么了，意思说是不该。应初夜后夜，
尽意思为。所谓出家未曾出药，出家一直是出药，而不是享受。观行法如后说，行法后面有讲到你怎么做。自论说，身是唯一，作为第一，食意消化，气机调和，求道者大事未办，烦恼则常视其变，不易安卧。意思说你不要说安心躺在那里睡觉，那个烦恼随便等在那里，烦恼贼嘛，劫持我们的智慧啊。若欲睡时，鞋不着席，实在想睡呢，那个鞋都不要招着地，招着那个草席上，怎么睡？顶一下子，顶一下子，顶一下子，顶一下会歪的嘛，歪一下你醒来就好，打个盹儿那样子，不要躺下这样睡法。那么这次说讲是呢，立教来自说呢，教如何修行，后面讲是主客相待篇就讲到这个事情，讲到或者的沙弥篇当中有三观，自论是赞叹做的事情，下面就睡眠大事，睡眠，借睡眠呢，我们耽误了大事了。所谓大事就是圣道，我们突然说大事未办呢，哪里还有时间在那里寂寞空虚无聊呢？那就指的说烦恼未断。经里面说，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下面又云说，诸烦恼贼常是杀人，杀人会把烦恼这个把智慧的夺完了，甚以冤家安可睡眠呢？不可静，不自静悟。那么一教经里面就讲这样，不令睡眠空过，不是？下面说，实在是困呢，睡时呢应该怎么样呢？只是倚在那里稍微靠一下，这是十二逃脱的名相。下面呢是诸不异行，就第三点，逃脱行仪第三点。我们刚才是列相名体，下面是诸不杂相。那毗尼母里面说呢，若嗔心不止，我这不实，但嗔灭番食，就是如何去对治这样嗔心，就是说对饮食啊自嗔，这做烦恼，这就是最善行。如果嗔说遇到很难吃的东西，然后呢你嗔心起来，那先停在那里，然后等嗔心灭了以后才吃比较好啊。自度论说，忠厚不饮酱，由此缘故心生热灼，不易其心修善法。那在《自度论》以及《头陀经》里面讲说，不饮酱是在十二陀陀当中，或在十二陀陀当中，经一四份呢，所以没有不饮酱这一句，这里就附带引一下，因为四份没有说明一样，所以说断这个酱，也就是十二外。不一心者，彼因饮酱故啊，只有求种种好喝之好喝的东西啊，为果酱啊、蜜酱等等，如麻不作热，左右蛋炒，他就随便吃了。有一个给他套上去呢，马上给他套上去啊，那个绳子系住了，他就不会动吃，不肯进入。如果这样就不肯进入啊，若灼热呢，这蛋炒易断，他干脆没有。那牛啊或者马啊，他们耕地的时候不是做个什么东西把嘴巴套上吗？你们看见吗？你们不是在田间出来的，看见没看见老百姓，是吧？他五台山你就可以看见了嘛，那耕田，那牛那五台山草几乎都没有，他还弄个东西套上去，你就挺苦的事情。好，宝应经说四分之一食。四分之一食，这不是四分律啊，四分之一很少啊。凡气得食呢，分作四份，一份以同防汗，第二份呢以穷下气盖之责，这个是应该是盖子，气盖不是胸啊。第三份呢以诸鬼神，第四份才供给自身，做四分之一食。当念修道，以食中不生贪婪心，若起时时细念微疑，终不清照。地至目前不过一旬，就不东看西看了，只是说
看前面不到八尺这样子，不过一行一行就八尺，次第弃之，除恶狗恶牛，就次第起食，如果遇到恶狗恶牛呢避开，或者呢先破境界，先破境界或者过去他是在家或者出家，他反道了或者破戒，这样的人家也离开，因为通常这种人没有什么正信，所以有人处能扰恼者呢悉皆不往，这地方不应该去。可机嫌处亦不往彼，机嫌的地方都不要去，通常说隐你家、同你家、酒店呢，这些都不应该去，这是也是这样《奢逃脱》当中所说的，也就是说修道人呢应该这样啊，饮食上的一些处理方法以及不该去的地方不该去。十住菩萨说，有着翠衣，时候不受非食已，虽饮食各有十种利，如彼说啊，翠衣中间做的羊毛什么所做的，这样十住的比无食一团什么没有啊，无一食和无余食一团，就是说没有这两种，所以四份里面有这样，所以他补说一下，以上不同，各有实力，所以讲的各有实力，说翠衣啊不受饮啊都有实力，所以翠衣有实力，翠衣当中这里有实力，念一下啊，一在初一宿，二呢三随意坐，受非食饮食有实力，一不多食，二不满食，三不贪美味，四少所求欲，五少患患，六少疾病，七易满，八易养，九执着，十长寿身无疾病。好，那下面是解脱道论。解脱道论呢有十三逃脱，所谓一有两种，四分一几种，一几种，一两种，那一三一是吧，十有五，十有五，四分有多少，四不同了哈，处四分多少，处多少，南落总监树下陆地随坐，五种是吧，处五是一样的，那这里他说十五处五啊，十三是禅坐，勇猛之分，即是十三是一样的。那解脱道论比应和二法一是相应，未分早一和三一，五时相应为起时次第一坐结量啊，时候不时这五，然后坐呢坐无法相应，无处他这样说，无四处就是南落了，树下陆地总监易得。处易得处跟上面有所不同，就是易得处就随处，可能是这样，处有五种，勇猛相应为禅坐不卧，也是勇猛之一事，对，那么故家之分二字，什么叫做之分呢，勇猛之分，禅坐勇猛之分，只是加这么两个字而已，跟四分的区差异。好，十诵力说，多与国土，四月在陆地，八个月呢在浮处，少与国相反，相反也就是说四个月在浮处，八个月在陆处相反，这是想说所住的地方应该如何。那么上列十二依四分而言，孔明经论所述呢并不及解脱道论次第详细，也是解脱道论呢讲的非常详细的意思，正行继承定会失利，彼论广有次第法列不数之，有讲的很详细的意思，怎么详细这里列列提一下啊，上面前面讲是总前列，统下呢是简注文，
比论先种列明次种显象，意思说他怎么个做法，那文的意思怎么解说，先是列明，好了是先种象，后逐行别名，一一行中呢定先是过，先想过，然后讲受三名受，然后这样第三呢是显德，四是辨识，故因次第详尽，且列隐士丙云何受起时，意思几一个怎么跟这个文相符，若受他情这凡字业，这就叫事过了，先列名列出来，我从今日乱受他情，受起时法此呢，就是受法移行并准持立受行不行这么一个过程，应该叫功德呢，一心所愿静止自由，消除懈怠，断灭骄慢，这就叫做显德。若受他情呢，是事起时，这便是，就是符合上面的次第文。一行定而见第二，既见第二，昔者寻之，也就是看那个解脱道论。那下面接下来呢是杂法，杂法就是第四了。我们第三刚才引的是世论一经一律所讲的，下面的是讲杂法，还没讲完呢，略略提一下杂法，就是兰若中所需之事。试问兰若比丘起时至兰若中，往禅石处扫洒，把地方扫干净了呢，聚水器禅器禅石器床座洗脚盆渗水器湿脚巾到那个地方，意思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些这都是所需的地方，你住在那里恐怕没有怎么办呢，生活有残缺，所以有所需。若见鱼兰若来或其他兰若比丘到他那里来，应该怎么办呢？应眼迎起衣波，起波起衣，舒沾有污者，就把它挡一挡，身上有脏的东西呀、啊。然后呢，应湿柔抖手网抱等，洗一洗，晒一晒，这做法。这差不多，祭文说那是带童鞋，为什么带童鞋呢？大家都懒惰啊，这几种做法，迎接的做法。然后呢，令其作器，让他做，做完了以后，以比水器及水洗足时，因为他准备干嘛？准备就是这样用的了，自己用和别人也要用啊。湿脚巾，湿脚巾就擦脚布了，擦像这样。持隔洗安左边，他讲得很细啊，放在哪一边呢？讲出来。勿令水积，水积就是不要水清的泡到了。比洗足以洗足诸器物呢，复本处的，那么那科比丘来了，应该告诉他应该放在原处，将照到洗净净洗扫，别留贼食，有吃的东西还要留一份贼食，兰若比丘通常要这样做了啊，就是说洗漱啦，上面是讲如何洗漱的事情啊，留食，便受随以比比丘以。次受时供给所需，苦酒咸菜等啊，给他们榨菜啦、醋啦什么之类的啊。若热应以扇啊，或者给个电扇啊，没电扇你拿把扇也可以啊。若日时欲过，因为时间快过了怎么办呢？应俱食，都要吃的东西都给他。不尔者，待彼时已起波至时矣。本来说。快过了、啊、应该是最好是一起吃，是不是这样？比如说一个一个吃，如果说来得及呢，先给他先吃，吃完了自己吃。有余食者，应以余人，若非人，若近地无草处，无从水中，放在那个地方过夜可以啊。余诸食际，尽洗复本处，尽扫食地。有贼来饮，此是水，此是食，看见没有？他因为留一份放在那里呢，为汝等故啊，别留净洁，意思不是吃剩下的给你啊。若一食便食之，悉善之夜食节，那以及说呢，方向心明就知道，就知道明相的事情了。恐贼来问，
有事，谁问着大约什么时间呢、啊？他讲不来是不行的，都要了解这样的事情。史颂说开兰洛呢，读心经，什么叫心经？大悲咒啊。心经观星辰的天文的一些事情要了解一下，兰洛比丘，因为怕有人来问，他搞不来。那见人来呢，先供与和颜悦色，还要和颜和悦颜色，不应呢垂头，应正意念。这样住在山野的也是挺辛苦的事情，是不是？那我们跟这前面差不多，这个记文都顺一下子啊。然后呢，有余下，有余下就有贼来那个，不是有贼来啊，有余时者啊，有余时那个地方，就是抄文最后一行，抄文的3772最后一行那里啊，3472最后一行，你看见吗？最下面的五个字，有余时者，下面的名时，以时以法，以人啊。所以人以其盖啦、啊，灰人呢是给鬼神禽兽之类的，进地水中无人处，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有贼来怎么办呢？像是明说带贼法，应该知时节防贼，有难的事情，搞不好贼劈你两下也是麻烦的事情。好，时送呢文正可知，就看阴阳的事。下面四份的流时的事要了解。好，接下来呢作物的事，四份说。开用钻木出火，就是要用这个东西在平处一开用火珠。火珠是什么呢？这讲说是什么？水晶珠。日光照之，用爱引火，恐是同处，所以说开平处用，跟搞不好跟世俗人一样，就相当放大镜一样，照的那个折射点光前之中一点，它会引起火来的，就是火珠。那时候也蛮先进的，懂得这样做哈。现在是免试。善见说，若陶陀比丘虽住寺中，陶陀也不是说不能住宿，他也可以，不是不能住寺，也可以住寺庙。怎么办呢？不住僧房，他不住僧房，不食众食，施主自为起房，僧不得差为知事。这逃脱的人不能叫他当执事啊，当知客啦，当纠察啦，也都不能这样。若比丘有能读诵教化说法能立身者，亦不得差为执事，看见没有？通常也就当法师的人不能去当执事，浪费时间了。那让那些呢，求福报的人，那么也不善于讲经讲不来的，去做事，来护持。应该怎么样呢？好凡舍衣钵先已之，这等于说尊重法，饮食果木得加分矣，就是说多给他一份，西瓜给两片是吧？好，那么下面是陶陀是所用的是世经所用，就是正是我们这里所讲的陶陀的事情，都经是因而引来的事，同时引。如善等人呢，换免差次，换免差次就免掉身差他做事，加份，怎么加份礼物，还要给多给他一份东西。皆呢为推尊有德啊，引那诱进后人，意思是有德人可以这样。那这里面讲的应该是说，还要供养法。下面是舍法，如果是行陶陀行不成呢，那要把它舍掉。若不舍十二陶陀法，在人间受请一一吉罗。那不行陶陀人不犯吉罗，看见没有？因为你既然要做到这样，你不能做那样的事，意思是这样，是必须要呢要进阶。若不能者，如果不能做到，应舍陶陀法。把陶陀舍掉，说舍陶陀行，你不要行陶陀，跟普通人一样啊。五分说受请犯疾，且业起时为言，这是指一点而已。疑是十一呢，历届违犯有违也都犯了，就是说你常坐，然后你又常躺，那就有违了。在树下坐，你在房间里面住也有违。
那准解脱道论里面说，粪扫衣受鸡事施衣即是，除粪扫衣到鸡事供养就不可以。但伤衣系葬衣也就失去，起时受请即是，不做于时法，如果做了就失去逃脱了。一穿时再时即是，若难落居落住即是，总监若胜处坐即是，如果住过一个非常好的亭里面呢就不行了。那树下呢屋舍住即是，露坐呢复处即是，随坐贪热处坐也即是，禅坐请卧即是，不舍而为皆名，都要犯吉罗。不能令舍者应言，我今我从今日舍起时等。这怎么舍呢？不能令舍者，应该说这样告诉他，应该这样讲啊。这知此十二行呢，并悉做法受行，不能呢悉舍，不受不成，不舍为犯知之，也就是说逃脱行也要去受一下。既然要这样做呢，你就不能那样那样的意思啊。那么也就是说，你要住在一个寂静的地方，真心想修道，那你就要少经历呢世间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我要持戒啊，那又要持戒，又要说不拿钱，那旁边又要带一个人，你们不是很麻烦吗？多花一份钱，对不对？然后要哪里都要去，这里要去，那什么东西都要买，什么都要储存，那就说多麻烦了，那就应该舍掉这样子。早期平心是该学历的时候呢，有一群呢，持戒狂。因为持戒狂呢，他们要这样那样要求呢，要求禅住要这样那样，搞得很辛苦，开始很辛苦的事情。他开始说，那我们持戒的人全部不拿钱。有几个在那里发动鼓动说不拿钱，不拿钱呢，有拿钱呢叫他要劝他舍，他们本来不舍，那现在都不行，你要舍掉，有剩几块钱全部要挖出来舍了。舍完了以后第二天呢，就有一个比丘就写一封信给我，他说我钱都舍了，那我现在父母需要发钱，现在要求禅住呢要给我一笔钱，可能也不到三天呢，就这样子。然后呢，我一天我就问他说，你到底要多大笔，圆珠笔还是毛笔，给他一笔耶。然后我这样讲，他后来就很生气说，你要给就给吧，你不给就算了，你要问他多大笔干嘛。我说你要多笔啊，要大你要问你要多大笔啊。那后来呢，说比丘一佛说，我缺一个这个禅珠要给我买，我缺那个禅珠要给我买。后来弄得说不行，非拿不可，你这么麻烦，你不拿钱你就少啰嗦一点嘛，需要什么缠住差不多生活用品给你供，你说一会儿又要这个了，我要那个了，好麻烦，对吧？后来干脆呢，有些人就去赶经忏去了，你说不赚钱有人管他们赶经忏去，开始严苛的不得了呢。现在有人原先在这里学历非常严苛的，后来找尼姑一起住，因为是找极端找得太厉害了嘛，对不对？原先中国佛学院第二届有一个学生凡俗的去干嘛，是杀猪。我说也不会行得这么极端呢，原来当和尚后来去杀猪耶。真有这样的人呢，那是他们同班 的同学告诉我，第二届 我下来一届，这样的事情，对吧？开始说持戒持得那么精严，一下子又去跟尼姑一起住，一起赶经忏，我说你这差距太大了，对不对？你说我不行，这个道场不行，我找一个呢，相似说多少也做一做，换一换也好一点，对吧？好了，这个逃脱行呢，只是做一些了解。少一知足比丘，你应该效法学习。过去善根的比丘能够做到行十二逃脱，那我们只能看到这里呢，也只能说。怎么样？拱手赞叹！哎呀，了不起！这些比丘真是了不起，能够这样，对不对？那像我们这样呢，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住在凡间里面的闲的不行，说闲的没耐烦，更何况说树下坐、陆地坐，不行。知道说我们是，根基不行了。
不能做不到逃脱，十二恐怕做一两个都很辛苦的事情，是不是？但三一那一是吧，起十我们也起不成，对不对？能够试一试，他不是一天两天呢，哦，要长期这样才可以。那都起颠倒相，知道吗？造成人们对出家人的一种会意，告诉你，本来起时让人家长生长性尽，如果你一大群人出去，就会有很多的麻烦的事情，是吧？那现在是身相自净篇，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只是提一下，是吧？身相自净篇这篇，我认为是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尤其我们现在离圣时遥，对经论呢又不是看得很多，学得很多，所以很多事情的一些规则呢，我们都不懂，所做的非法。比如说后面讲一段说，塑佛像不能塑半身，有没有？不能塑半身。那现在通常把这佛像塑半身呢，叫做工艺品。佛像是放在那里干嘛的？是让人家瞻礼供养用的呀。因为佛不在世了，把这佛像塑在那，让人家去瞻仰，想说佛陀世尊当年是这样，我们是瞻看他的这个像而起恭敬心。弄了个半身这样子，甚至说画佛像也是几笔画成那个样子出来，有些杂志上面画佛像呢很不好看，这样都有事宜啊，律经里面的要求，对不对？以及前面所讲那些张礼啊，怎么礼拜啊，什么恭敬法啊，也是非常重要。通常我们也不懂，不学这里也是不太懂得啊，怎么做法，以及建寺庙啊、建塔呀、啊，要注意哪些事情，一一的明示。所以说，我们懂得才好呢，去引导后生后学的人。如果自己都不知道在庙里所做的非法，那么后来的人呢，自然会模仿去学。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禅宗有十几个净人，他刚出来佛法根本不知道，那随着我们怎么做呢，他就会去学，哦，这样是对的，那样是不对的，他就懂得了。如果是你完全所作非法呢，跟他一起打闹，那觉得说那是很正常的，就是没有不懂这个仪则了。所以我们要懂得才好引导他们，哦。那么这一篇当中呢，他还有一个，本来是说身相自净，身是指什么呢？啊，身是总的而言是有众有别，相是包含了经啊，经法都在内，也就是说塑造的一些像佛的形象、祖师的形象，而且经法。那么身相是这一篇所要讲的，身相自净这篇就讲。那么后面的照立相、照立相事啊，那么护在后面，怎么照相、怎么建事、怎么建塔，相就兼着塔的事情呢，也都在内。所以是身相是本篇，照相叫做法护。照相当中又分照塔的方法、建寺庙的方法，那么这个科判当中呢，都分成非常的细。从本篇来讲呢，说自相敬，为什么要互相恭敬？它意义何在？第二呢，是对敬力言和，又什么应该礼，什么不应该礼，该不该礼拜？第三说立敬的仪式，怎么去礼的？敬佛的方法应该怎么样？敬身的方法又是如何？那么下面讲说大小互相礼拜应该怎么礼，这在身相自净篇尤其呢比较重要一点。那我们看到这一篇的时候呢，要稍加慢一点，但是也没什么太难懂的，
这些很多道理呀、啊、在佛门当中我们实际能够用上去，因为逃脱实在我们也用不上去，这个呢是能够用上去，所以要稍加留心注意。好，诸佛